医药费我们不是全付了，还来干嘛？不过说句实话告诉你吧，要接到工程需要你黄总再破费一点。要头弯，老子有的是。张小军，对，果然是绿色食品，我一定要好好品尝。我说那个叫什么阿德的可靠吗？那么多钱，你这个点子够俗。妈的，你果然耍我。事情既然这样，我就实话告诉你们，打死我也不会想想。行了，今天我是来还你钱的。我送一个人来的，他被车撞了。是你撞的我吗？你害怕了？不是，万一出什么事情怎么办呢？我操！你怎么又玩这个嘴呀？那5万块钱不要了？你还敢来要工作？真是给你脸不要脸！他妈的，在家里老婆骂老子，在单位领导骂老子，连你他妈的也骂老子！老子一个月挣这几百块钱容易吗？我他妈踢死你！